高老师，这是谁啊？好美。爸，哎，我想好了，我要等6月16高老师回来。都睡了嘞？那我就走，学跳舞去。他那是法网，我还不是可以做得更好。舞能跳一辈子？那上倒梯呢？哦，别忘，一个人还等你哦。哎呦，都是老板，好亲切呀！咦，陈老板？哎呀，哪里哪里，人家才是啊！你去送谁啊？送谁啊？送书记啊！我大大大的哪个？那不是省歌舞团嘞？走了。楼也是楼，镇上不是，还是要请他。听说他只是临时回去几天。哎呀，那我再改送送他。他刚走，你们就想他啦。我是说，让旁的那个破车把他屁股点碎。他来才有半年啊。不是，你们觉得他跳舞好不好？好得很嘛。他是搞艺术的。那他还来这里搞什么呢？杨村长说他来采风。不是采风，是采花。六月十六上道题没得问题吧？我知道，都出去了。杨先生，不怪你，站上也留不住人呀。那我试试嘛。当年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嘴巴也和螃蟹一样的臭哦。哎呀，确实，我也担心你儿子吧。听说他回来了啊。嘴巴别那么臭嘛。人家你儿子只是学学跳舞而已的。有什么样的人就开什么样的车。我们脚下那个不晓得我是拉风箱的。别头发。谁父亲你唐山你家的好妹妹啊。
江有啥好事啊？你我才不来玩嘞，知道、哦。刚走个又来个，谁家酒不是喝？喂，你帮我拿过来嘞。兄弟。啊。爸，马舅，你们先聊啊，我先上去了哈。这段时间有点紧嘞，是不是放到我这里？明天我找个时间帮你处理一下。哎，晚上你有空没？过来我家一下嘛。好久的了嘛。喂，金宝，等把师傅把老屋门。好，算了，没事睡去你家玩喽。阿爸。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回来的时候不要给我买什么东西。你不走了，快点去喊他们晚上过来吃饭，好不好？好。笑了吗？晚上叫爸爸来家里吃饭。他知道。他知道。那他有没有说什么？说什么呀？咱俩呀。老子乖。今天是我儿子从外面回来的第一天，昨天大家来这里坐，大家要吃好喝好啊，端起筷子来。哎，爸，你是不是啊？有什么话说啊？哎，有话不好开口，来，都是俺乖姐。你在西方那个人递过酒。还没有想好，别担心，你，我要你永远跳舞，哟，我要你永远快乐，哟，愿你从今天开始不用再等我，哟。哎，把那家伙没说到个重点，咱东家听过。那好，同志们，
今天我就和我的朋友，就河北，他就是我们本村的唯一的稻田传承人，我和他河北攀攀去吧。哎，竟从来不喝酒了。情在这一面都晓得，我当然知道啊。他不喝酒，他也会举起杯来嘛。姐，你就爱拿我来开玩笑了。姐，人不能失信哦。那是他们前年在油坊场上对过定下来的事情呢。哎，这样，你确实是有点太突然啊。突然？哦。宝和你从小都在一起，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这是按老规矩嘞，定下的时候有儿子决定嘞。老规矩，到底是听还是不听哦？啊，老我好呀，我感觉。你每天都来这里啊？
我想问你些事儿。什么事儿啊？省舞蹈团的那个人，看来都是真的。嗯，他一直叫我跳舞。难怪，半年多的时间，足够发生一些事儿了。你难道不相信我吗？你，我知道你喜欢。并且高老师教会我很多东西。很多。一时半会我也说不清楚。其实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你喜欢，我都会支持你的。真的？我们苗族人哪一个不爱歌舞啊？那6月16那天，你同意我去找高老师啦？你，你不能离开他吗？我想跳舞。人心就像发霉鸟，要飞。是啊，简这个家伙最奇怪啊。怎么啊？最需要你来嫁出去的应该是他。哦，你们都唠叨什么，搞得我越来越听不懂啊。有人悄悄扶你儿子的牌呢，能扶牌就是好事嘛。人和人不一样啊。什么意思咯？听说有人断头。你看这个，我这儿子真有心，喜欢不？喜欢就送给你。我是说把儿子送给你。你是什么？趁这个磨刀的功夫，你是不是考虑他们一下？你知道。从小和你都在一起，小时候
你喜欢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啊。你还在生我气呀？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跟我说吧。你不觉得结婚和跳舞并不矛盾吗？我知道啊，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其实有时候我经常会想起咱们俩游方对歌的情景。那天你爸他脾气不好，这不怪他。你还记得吗？以前我们天天在一起的日子。嗯，那时候真好。可是等我回来，什么都变了。你从小就知道自己要什么，我却不知道。你知道高飞老师来这儿的目的吗？你说过，他来这里是替一个人寻找回忆。你走以后，我感觉身体像掏空了一样。跳舞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世界。高老师，我还有出路吗？别浪费力气了，心里的草是滚不动的。师傅，这两天孩子正在考试，等他们考完了，我就过去帮你把这个刀腿给架起来，我们好排练。大姑的手艺长得不少嘛，大人的饭碗就要丢了。有些东西得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跳舞，高飞。那你呢？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哎，每天收集。时间这个东西，有人希望它快一点，有人希望它停下来。可是他啥也分不清了。是什么会让你会见他呢？我也不知道。走路。跟万铁商量一下，让他联系一下。你上刀梯的事儿，之前已经答应村长了。我正是郭飞的事，你不要打岔。没说两句话就把电话挂了。师傅，你别生气啊，别生气，师兄的架子也真大。姐，上次我不是说把儿子送给你吗？等到他们结婚后，我也不干了。你还没做家长之前，我还不能改行呢。谁都知道我手艺最好。关于你出家的事，你有什么条件都说出来，我都记下，到时候保证一起办到。跟我谈生意吗？珊珊，喂，忙啊，忙。姐，是不是刀梯不能上喽？
喂，我说，今晚上去我家一趟嘞。你们两家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有个好办法，将把这个答应这个手艺呢传给了你，也解决了包家的产量问题。兼又把这个山东的这个技艺呢也传给了包，又得了传承。包，既然你呢，你就嫁给了包，那是件好事啊。对，就这么结了。舍不得你家那个三道铁的口酒，真是绊脚石。三道铁十二岁之前就得练，就算你这道口酒也没用。我家手艺也要得练，何况是你三道铁，能养家糊口吗？不要以为有钱了就骗得了你，这事还得要问孩子。那你呢？怎么是十件好事了？明明包起了你，你嫁给包，只是一件事嘛。上面写什么？银锁。这些都是啥子嘛？叮当嘛。不，你已经长大了。嗯？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常常是这么想。想什么？长大了，居然别像我一样。爸爸，你到底想说啥子嘛？你知不知道你的名字为什么叫宝江烟？晓得啊，宝是我的名字，江是你的名字，烟是爷爷的名字。哼哼，你的名字我一样的，最后一个字也是我爷爷的名字。你晓得不？苗族为什么这样起名字？他就是为了一些东西守住传承下去。咱们家做人家，但我只是不懂，已经有五代了。连我这个手艺都不如你爷爷一点。你接那么多订单，要求还那么高，来得及吗？对于我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什么事？哎，张。王姐，不是去镇上了吗？
爸，我觉得咱们怎么做才是没良心哦？到十多的那天，你就不是这么想了。还是有点。怎么不能开窍点呢？我是说，要消息准吧。你说是六月十六那天？高飞他自己找你交嘛，谁能管你？放心，他们都是文化苦上的。那万一消息不准呢？他有门道嘛。你这样子要飞啦，但点击当然要飞啦。我决定了。什么？昨天晚上，我想了很久。也许是我真的错了，可是我就怕他失去之后，就不能再挽回了。没关系啊，你把你想说的都告诉我。那你离我远一点，你隔我这么近，我不好意思说出口。嗯，快点。好。不行，再退几步。再往后退，快一点嘛。再退再退，爸！啊！你听得见吗？你说吧，我已经无路可退了。我也是。什么？再说一遍，我不会跟你结婚的。哎，你那个活还要得等几天呢？哎，别急嘛。
你都还没问我得什么病呢。年轻小伙子，如果用，能得什么病哦？甘草、桂皮、川贝母、附张，拿回去炖鸡汤就好了嘛。你，我就知道你跟宝开玩笑呢。能跟我说几句话吗？是宝不好吗？是我们想要的不一样。我说你要三道题的，眼光不能放远点。三道题看远，把手食指盯着眼睛一点点。尽说那些没有用的歪道理。好好想一想，我们都这把年纪了，保修了还要磨，人跑了，保修了。爸，你这样不行。要讲信用，咱们说好的事哎，不能不办啊。简直是歪理，真不是歪理了。爸，人家是从你的手里来的。你就说对了嘛，六幺六就要到了，咱们交不出货，那才是没良心呢。江啊，哎，老婆喝的，啊，打打打打，吃了嘛，你得喝了，你再弄啊，倒嘛倒，哦，好，我就弄点了，那再狗嘞，我来点，你来弄，那弄这是那个狗嘞，阿狗点弄嘞，哦，哦，那来讲些用本，那是学完来的嘞，看不着点木我的菜。高老师，你说他叫梅，那后来呢？为什么呀？
你啊，我有句话想要跟你说，不要去等那个高飞了，留下来跟宝好好的过日子吧。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跳舞？你们想看吗？当然啊。那来当。大家不要叫了，先问宝同意不同意了。不用问他。没问宝呢，问高飞。反正待会儿啊，你们到坝子上自然就知道了。那我们真听了。肯定看不到你了。你不要走了，你快啊，车开了。我要自己走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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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等了，他今天根本不会来。他不会骗我的。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而你只是少数而已。哎，大哥，别客气了，等他去别来。我忙在搞了饭嘞。啊？是巢湖那个家伙啊？是啊。我就说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刚刚碰到他。在哪里？南宫镇啊。看错没有哦？他跟我打过招呼，他说前几天在玩，就没来。今天正好路过镇上。到镇上搞哪样呢？找镇长道歉啊，下午就走。哦。有一个人一定想见，我谁都不见，你会后悔的。
该进去找他的。爸，我一定会为你跳一次舞。你怕吗？我们会受到惩罚的。高飞，开什么玩笑？有人看见高飞去南宫镇了。是谁？我。哎，胖，你不是要送你到南宫镇来吗？有这事吗？哎，这对于我们苗家来说可是大事了。什么大事？喜在啊。好了好了，姑娘下岗。我还要去开会。下高，高飞那个家伙他不管事情怎么样，到此为止。那么大的事，不要让高飞那么偏心。哎，算了算了，这是末年代了哦。不行，那是我们脚下寨的姑娘，怎么？你还怕人知道？小声点。毕竟不是那好事啊，我就知道不是那么好事，所以我才让全全村人都要知道。那么你们的意思怎么样啊？喜子，哎，喜子，结婚前出这种事，必须要他两家人一起劝全村人吃大便饭。嗯，好啊。不过吃饭就吃饭嘛，怎么有大便呢？很久都没遇到这种事了，我看就算了吧。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这个规矩，这么一句话就没了。那么，等村长回来的。村长这么忙，我们替他分担。这么大的事啊，再说高飞也走喽。一走了之，这个家伙太可恶了！像他这种人，咱们一样把事情搞大啊！对啊，结婚还跟你妈干嘛碰嘞？小龙一来讲，都帮我们，俺就好给养嘛。结婚还跟你妈干嘛碰嘞就？那我没办法，那我没办法，带到国门门。我带着国母忙，娘一年那后嘞，娘我娘那他嘞，
在草原打猛嘞。我老张在哟，我开门打这些。和你在一起很舒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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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啊。你这样，舒啊！和你在一起舒啊！我们脚下镇除了这种男女分情的丑事，按照老规矩，今天宝、你他两家接受了喜宴，摆大便饭请大家来吃，就是警示所有人。为哪讲是大便饭呢？肮脏的东西就是受到谴责的。除了年轻人外，两位做父亲的也有责任，让他们来给大家敬酒。作为男孩子的宝，应该负全部责任，所以今天金家的酒我全部包了。两家的酒我全部了，我来喝。今天你来，你少说话，多认错。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担。小看你爸的酒量吗？这种场合你逞什么能？逞能？今天是我来给你丢人的，原来你也这么想。儿子，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谁都不能破。祖宗同意你拿批发回来的破玩意冒充手工活了吗？吵吵什么？这些我自己的活。我知道你没儿子，我知道你心里不开心。有儿子了就了不起？好了，够了。我要是个儿子的话，就能传承你的刀剃了，是吧？我们有错吗？我怎么觉得错不在我们？看什么呀？继续吃啊！我自己的事情要我自己承担。行了。你们都在胡闹什么？分家去。
的饭哦，确认喽，那小卖铺子的饭哦，不缺人了，够傻了，太不像话了。哎，姐，过来打牌哦，姐，来打牌。哎，你也不知道上次谁在这里时啊？什么时候？40年前啊。是啊。你在这里跳过再好的女人啊？是没有。你也知道，以前很多老年人都讲过。后来呢？咱俩再也没回来啦。你们好烦，提什么洗债不洗债的？最独立的就是你，搞什么大便方嘛？兄弟错了啦，以后大家一起玩嘛。兄弟错了了嘛，大家以后一起玩嘛。兄弟我真的错了，大家以后一起玩嘛。兄弟错了，错了嘛，以后还是一起玩嘛。兄弟，我真的错了，以后还是一起玩嘛。走。爸，今天是什么日节日吗？今天我准备给你念个口诀。什么口诀啊？喂，就是上道题的口诀。别念。哎，怎么？我又不是男孩子。哎，我只是自己念念而已。我的意思是，如果哪一天我忘了，只有你才能提醒我。爸，有人在吗？啊，你娘呢？我在找你啊，师傅。哦。哎，万田，今天放什么电影啊？又在。哦，这是一部关于过去和未来的电影。啊，今天就走喽。真是的，你想喽。车要开了，你去了啊？师傅，好的，我要自己走了。有人去他们家里弄个那个，就把那个给我们得的。姐，
兄们，文兄们，哎，文姐，文兄们。姐，把刀就到脑壳去嘞。你没打哟？我想你忙嘛。有什么打算？我在这里等你。金，你说是对的。从开始你才猜得到结果。你开上来试试啊。好漂亮啊，谢谢你啊盘。哎，是你好运气啊。不好意思啊，顺路帮人送一下。不忙。进来。看风景。李子高男女帮调教夫人的要老来老娘来干呢比不和少主别讲不和阿内东西
后金阿哥嘎多福大，幸福大老哥，幸巧大伯掉了，幸比伯掉大成。